在台湾的祖群鸟以健康状态，可以知道台湾的环境品质变化。这些候鸟在一定的季节来台湾，由着北方南下，或过境或渡冬，有的时候南方上来繁殖。他们这趟长途的从东亚洲及西太平洋的路径上，如果没有好的环境是到不了台湾的。台湾如果没有好的环境，他们也不能够健康回去第二年再来。因此候鸟的生态学是环境的指标，尤其我们在台湾的候鸟记录正代表地球上人口密集和环境的品质。现在让我们从南台湾来看台湾的候鸟活动。南台湾的深秋，东北季风豆豆啊加强，这是一股适合过境鸟来台湾的自然力量。观鸟的人热情甲大量的人数，是支持保育环境的大力量。当年深秋若到，落山风强吹的时节，逐天为透早五点开始，观鸟的人就挤甲杂通通，规天人拢袂散。一大早，我们到了垦丁，早有20多年观鸟经验的蔡以荣先生，谈谈那里的过境鸟。哎，杨兄，哎，金兄长，我知道清晨在这边一定会碰到你。对对对对。怎么样？今年这个情况如何？今年的情况还不错，树荫累计已经有13万。啊，那你这个你在国家公园多久了？嗯，到今年24年。对啊，所以20年来的有系统调查。对，差不多20年。那刺猬哪里来呢？刺猬其实主要是从大陆、朝鲜半岛、金对马海峡、日本九州、琉球群岛、台湾，再到南洋去。刺猬鹰是冬季过境台湾的猛禽，每年大约从9月初开始，有成群的刺猬鹰在南台湾过境。垦丁的高位珊瑚礁是最佳的观鸟地点。刺猬鹰命名的由来，是因为成鸟的胸羽是红褐色的。猛禽的特征是食骨强，搁有力，目色好，会当紧紧就找到猎物。双脚粗壮，脚脚来，会当把猎物掠条条，制服猎物的挣脱。赤腹鹰就具备这款猛禽猎食所需要的条件。在赤腹鹰主力部队过境的尾声，另一批从西伯利亚来、体型更大的鸟过境台湾。10月中，大批灰面鸠过境，灰面鸠的翅膀展开超过1公尺。在台�湾可以欣赏到上百只的灰面鸠在空中翱翔，数百公里以外的观鸟者不辞辛劳地来到垦丁欣赏灰面鸠。最适合观望灰面鸠过境的时间是中午，这个时候地面气流上升，是以灰面鸠翱翔。灰面鸠名称的由来，主要是它眼睛后面的脸颊是灰的。若是成鸟，它的虹膜是黄的，胸腹部有一条条横花纹。过境鸟中有一批是体型较小、食虫的鸟，其中红尾碧螺啊是台湾非常普遍的过境鸟。
才会到台湾过境的度假，再再说明了台湾在东亚洲的生态重要性。台湾有充沛的雨水，甲真侪会当输送大量土石的河川，这让河川下游往往推动出绵溜溜的海口、浅滩、浮轮啊、甲淡地。因此，来遮休寒也是休热生态的水田，唔那种类多，数量也多，因拢是靠水生动植物生活的。加拿大过台湾的人啊，至少就有35种。较接看的有赤颈鸭、鸡眼、剑尾鸭、阔嘴鸭、白花啊，猎头鸭，花嘴鸭，小嘴鸭等等，伊嘛常在伫有人类的区域附近咧活动。这些大鸟也会飞去到更加上游的其他河流、气温啊等等的水生环境。这是淡水河的近海口，大鸟觅在河中小沙岛的草埔内休困和找食，要维持这些水生环境的品质和面积，才可以确保水禽族群的稳定。过去你在这边，我觉得是25年左右了。这么长期的观测，那一般的鸟况，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介绍啊？因为南洋溪口它是一个河口环境，所以它这里有东山河、南洋溪口、宜兰河、三寮河汇流在这里，所以这里的潮间带，还有周边的这些芦苇草丛，它可以供应很多的鸟种。来台湾渡冬的水鸟有四大族群，包括玉衡科、鹿科、鸥科及雁鸭科，这四科的鸟群数量过去非常的多。民国85年的时候，南洋溪口已划为台湾雁鸭保护区了。最大型的雁鸭科候鸟是天鹅与小天鹅，在台湾它们都是迷鸟。台湾常出现的雁有5种，有灰雁、白额雁、小白额雁、豆雁与红雁。要看大雁最好去宜兰，这可能是宜兰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宜兰三面环山，面向太平洋，冬季从11月到第二年的1月，温度低的东北季风吹到宜兰，往往把北方较稀有的鸟种带到了宜兰。红嘴鸥大多数在养殖的鱼温找食，在泡水机附近，因是吃鱼温来铺在水面的饲料，有当时啊，会当看到正百只规群的红嘴鸭，徛伫布花内的条仔顶，也是附近的河床顶。一群白灵丝，亲像一蕊一蕊的白云，轻轻啊飘过，亲像白蒲公花同款，轻轻啊落伫水面上。台湾的雨水充沛，湿地真多，这水生环境也是水禽生存的所在。
哎，阁下，你想看二十五六年以前，台北很少人会到这么边陲的台北市郊的这个官渡来啊。那时候你已经开始，这一待就是好几年来观察、记录、也撰写，啊，我们对你的印象都非常深刻。那么从此以后，你又到台湾各处去看这个自然啊，观察，而且是非常专注的对某这个定点。我觉得观察者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到野外。水鸟的族群也不只是濒危啊，其实很多鸟是混在一起集体行动的。可是还有一群我也很着迷的是台南的高翘鸟。高翘鸟以前在台湾很少，可能是赏鸟人很少，说看到的时候都很兴奋。后来等过了十年，大家观察越来越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高翘鸟其实很多，都在台南的广大的盐田。以前的盐田是因为路程远，太偏僻了，没有人要去。等到大家发现这个盐田也是渔翁湿地，也是湿地的一种的时候，大家走到那里观察，才慢慢的发现，原来高翘鸟在台湾居然有这么多。台湾的湿地湿地拢看得到形科的鸟啊。爸爸是的小扁形在水中，也是开花边活动。小扁形在鹿谷麦中找找拉布的敌机，可以说是一刀斩的。他先用一支脚快速震动脚下面的土麦，这样想到惊吓的拉布，就会暴露他秘藏的位置，免得让尖来的鸟嘴毒去。辛苦的鸟啊，哪行哪吃。有其他真侪辛苦的鸟啊，伫遮共同享受湿地丰富的食物。防嘴鸻并不在台湾繁殖，它是从北方来到台湾渡冬的候鸟。一群防嘴鸻往往有数百只。与另外更大群的边鹬，还有其他水鸟，多栖息在台湾广大的湿地。防嘴鸻的体型比较高，在水较深的地方活动。很多水鸟喜欢集体活动，因为在开阔的平坦湿地，集体就是安全，用集体行动来保护自己。来台湾休寒的菊科大鸟甲过境鸟体型真侪款，鸟仔毛色较暗淡，种类大约占全世界菊科鸟类的一半。台湾有真侪天然的海平、河口、沙洲、南地，甲大面积内陆的水生环境，非常适合菊科鸟类的休困。青竹菊有青绿色的脚，是非常普遍的休寒鸟。一只青竹菊在头前打水，有一只对伫脚趾后。有的水鸟食水中的生物，有的是独食水面上的湿地生物。
亲像这只粉雀鸽，就是利用水面湿土的生物，水生环境的多样性维持了水鸟的多样性。冰玉这么小只的鸟，上千只密集地相聚在一起活动，集体飞行，集体觅食，集体防御，宛如一个巨大的动物。这个动物的身形像极变形虫，有快速变化体型的功夫。它们在空中漂浮不定，左转右转，忽上忽下，无预警的起飞与降落。这种集体活动的行为，在生态学称为社会性求生。群栖内的每一只鸟，可以减少被掠食动物攻击的机会，也可增加觅食的效率与防止的成功率。这是动物长期演化的奇迹，是令人着迷的动物行为。试想，上千只群聚的鸟，整群齐飞，有2000多个眼睛，其中只要有1%的眼睛看到掠食动物的出现，或者发现有好的觅食地点，在几秒内便会将这个信息传遍整个鸟群，而产生集体性的趋吉避凶的反应。玉衡科的许多鸟可以混群，共同生活在一个湿地，称为功能群。因为每种鸟觅食的工具有差别，利用的食物资源也就不同，所以不同鸟种之间的食物竞争性低。例如，有些鸟的喙弯曲，有的长直，有的短粗，它们的食物种类不同，而每类食物的生活空间也不一样。因此，破坏一个湿地，会让许多鸟种同时失去特定的生存空间，造成一些鸟种的数量过多，而另一些鸟种无法生存，结果降低了生物的多样性。湿地的每一个水深，每一寸土地，都有特定的鸟种在利用。环境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是一样重要的。环境污染是最大的杀手，湿地的水质是一个环境好坏的指标，水鸟是湿地环境健康的指标。这是七股湿地，位于台南靠西的海边，我们去请教中华鸟会的理事长郭东辉先生。而且你现在又是中华鸟会这么重要的一个鸟会的理事长，那你可以今天谈一谈这个台湾西部这么重要大面积的栖地的冬候鸟的问题。我们这里是七股湿地，那其实这个地方每年在秋冬的时候会有看到将近有200多种的候鸟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边度冬，那或许在休息，然后再往南走。那其中最重要的、最稀有的就是黑面琵鹭了。那根据我们2008的调查，全世界黑面琵鹭的数量只有2065只。那今年的话，大概1030只在台湾度冬，所以我们就大概有50%在这边哈。那所以说，七股湿地是对黑面琵鹭对这种鸟种来看的话，是最重要的一个度冬区。七股湿地其实是黑面琵鹭白天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相当辽阔，鸟可以察觉到周围的动静，做出适当的反应，增加安全性。到了傍晚，他们离开七股湿地，到附近的河道或者冬季不养殖的鱼温觅食，若没有受到干扰，他们就会在那里过夜，清晨再返回七股湿地。
在杜冬末期，也就是二三月的时候，它们觅食的频率会增加，培养北访的体力，为繁殖做准备。此时，许多成鸟的头冠与前胸会出现金黄色的羽毛。三四月啊，伫台湾休寒的度假，渐渐感觉春天要过啊。北边的生态地嘛，特别春回大地。这时，因伫台湾已经精神百足，有够佳的体力，规身躯嘛换作缤纷五彩的鸟毛，都要返去北边生态。就伫这时，南方飞来的夏季生态鸟啊，已经陆陆续续来到台湾。因拢盘占伫山仑，也是水边，准备先进找盘拍种生态后代的天敌。伫近海拔的山仑地区，白色鸟真迷乱地游饲伊的鸟仔仔。伫一片半开垦的山区，土壤真肥，稻穗啊真多，有够通予白色鸟游饲伊的下一代啊。是只白色鸟的鸟仔仔，免两礼拜就发育到会当离巢，继续飞向南方过冬。依赖台湾热浪大日头的烧热，雁雄当咧孵下一代，同即时嘛要储备伊飞向南方的体力，拿两石堆有几粒卵，介亲像野战部队的天花帽啊，唔呐吸收烧热，嘛有保护的功能。嘛才三礼拜左右尔，雁雄就已经成功孵出鸟仔仔，幼萌萌乌白的鸟仔色。亲像胡椒粉散伫蓬松的白面球仔顶，有保护色的作用，和其他动物真歹辨识伊的存在。这部杜鹃记录涵盖20年的猎鹰时间，数百年来，咱一再改造台湾的自然环境，有的杜鹃嘛一再用温这的变化，并且渐渐适应生活伫水田、盐埕、溪温啊、大溪床、布岸。昆蚕这个所在，有的水鸟因为安尼已经适应改造过的环境，咱袂当凊彩阁甲因改造啊。这一群一群的候鸟，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恋眷依赖，绝对不会比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恋眷依赖少。何况，他们到了台湾住下来，或从台湾南下南洋。比我们来到这个土地时间早了太多了，因此与候鸟或其他生命共享这块自然，是我们起码要的伦理。这个伦理我们要实践，不能空谈。